久没出海，或者你尚未领受过太平洋无畏的壮阔，有多久不曾拥抱山峦，探索山凹谷地里创生神话的绮丽？有多久遗忘土地的呼唤，或者你只是等待足够说服你动身的故事？你可以用一叶茶心读取花东纵谷的甘甜。循着风来的地方去经历，去聆听海洋作家在飘浪中的岛屿观察，在时光里偷闲，穿梭人文巷弄，与人情味和久违的本心相逢，甚至就单纯的认识一条鱼，你会发现餐桌上正是丰盛的在地之事。于是你知道，一支舞，一幅画，一个片刻，就是故事的起点。动身就有故事。